这首歌应该是很难的歌，因为当时我在做出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说一定要做出一首能够安慰女孩子受伤内心的一首歌，所以这首歌叫她不懂。她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，她不懂爱情把她当游戏，她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人们时常在说男女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去懂得女人在想些什么，然后呢，女人也没有办法真正懂得男人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跟夫妻嘛，肯定偶尔会有拌嘴。张杰在跟谢娜相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就可以处理，这个你看她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在这时候走过去，不管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抱住她就可以了，紧紧地抱住他，他会就忘了，哎，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女生啊发火的时候，你就不太敢去抱住他，因为那时候全身都是刺儿。如果谢娜她发脾气的时候呢，还是会一把抱住吗？啊，你，就抱都抱不住了，这个时候，你抱我呀？怎么办？壁咚，壁咚。还有必杀技吗？这个壁咚可以，壁咚可以。因为女生她生气的时候，她其实如果很紧的抱住她，她其实很不舒服，很想挣扎，对吧？那你就需要给她留一定的空间，但是让她控制在你的范围之内。哎呀，我想张杰真的吵过不少架，内行人，内行人。不得了，总结一下张杰的三招必杀技。第一题，倾听，倾听不行呢，拥抱，拥抱还不行，壁咚，壁咚。三招之内，必定一切事情风平浪静。好，接下来有请张杰到静掩门内就位，有请。你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祝我们唱得顺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走。时间拿出投票器，投给你认为是张杰本人声音相应的静眼门号。投票开始，张杰到底在几号静眼门的背后呢？这首歌叫他不懂，你会不会懂呢？做出你自己的选择，同样不要给出手势。投票结束。回忆留给你，
回忆留给你，忍痛流沙藏掉给你，对你说来不公平，他的谎言句句说的那么动听，他的谎言句句说的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无知的你。句说的那么动听，他的谎言句句说的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无知的你在为他伤心，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，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，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，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，他不懂你的心。谢谢谢谢三位，这一轮好猜吗？好猜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七月。Peter 老师，你骗人。唱之前，然后国伦老师问皮特老师说：“哎，是不是在三号？”皮特老师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绝对不在。”但是当我听到三号的时候，我就坚定了内心的想法，一定是三号。不管皮特老师怎么说，相信自己的内心，跟着感觉走，我选的三号。哎呀，恭喜啊！阿梦，我选的二号，因为我信了皮特老师。事实证明，不能信男人，不能信男人，不能信男人。哇，你这个好绝对啊！你知道我还原，我说 Peter， 请问张杰在三号吗？然后他就说他不在，他不在三号。那我就说你有种跟我讲他在几号吗？我说他不在而已啊。对，可是你说谎。我说他不在啊。他在啊，他在啊。Peter 老师怎么可能跟你说实话？所以你知道我们这节目套路有多深吗？他派一个 Peter 坐在我们边睁眼说瞎话给我们听，所以国伦老师你是猜对了，三号，三号，好，题目，我选的三号也选对了。杰哥的音域非常的广，这种极致的音色就像是 vivo X21 全面屏一样，有一种极致之美。刘伟，我吗？我肯定是选对了，我至今为止没有错过一次。你又对了吗？我又对了。完了，你这几年在干嘛？在家里听我的 CD？ 我跟你讲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不是，我没有在用耳朵听，我是在用整个身体在听。我跟你讲，一号他是在模仿张杰，二号其实你能听到张杰的声音，但是三号你能感受到张杰在抚摸你的头，真的。哎，而且你是不是还没从刚刚那个画面出来啊？真的，就是你真的能感受到那个温度。